恩雅瑶这么强，不会觉得很孤单吗？很孤单啊，超孤单的。多兰剑，这边是希维尔加露露哎。对啊，我们少了一只嘎吱啊！不要咬我，干！走啊走啊走啊 ，go go go go， 好呀！哎，啊你怎么不闪现坑他啦？你不是有病吗？啊，闪人闪人闪人！悲剧啦！快逃啊！这发 Q 要你命！下面还有一只啊！干他妈的要打多久？可以报个名牌，让你知道接下来下哪队吗？谁打谁？你要跟我讲谁打谁啊？这个名牌至少要知道哪队打哪队啊 ！SKT 打 FW 啊，这个应该不需要名牌啊。这个很明显的，我会赌另外一个、啊。Man， 呜呼，纳蒂鲁斯两颗头，超肥之鲁斯，来拔个一层吧。啊，怎么我没有头？不行这样啊！吃，算了，不吃啊，不吃啊，干！干，每次给那个露露拉到线，真的很靠背耶，这个露露。啊，没事，吃了两颗头啊，那第五只要狂起来了，还敢皮啊，露露！他妈还敢皮！操！妈的！再来断啊！操！笑死！哟，完全被我们打回来了，很好，一等劣势直接打回来，漂亮！哎、欸，这边是花小。他敢跟我们打、啊？我看他们他妈的是没看到我们的头啊，我们的人头数啊！救命！队友呢？不行啊！一下一半呢、欸，好痛哦！叮叮叮叮，哎哎哎，上不上？哇，秒杀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好呀！哎、欸，啊怎么？啊怎么？哎、欸，很奇怪，很奇怪。嗨，
猜我是 KD 有在看 NBA 吗？觉得哪一队会拿冠军？看我带队夺冠吧。KD， 感谢三十块，加油啊 ，KD！ 我支持你啊！去，徐伟啊，去！你可以和我一起。没有，我不是有没有？我只是支持强队哦。我不是他们的粉丝啊，但我一向是支持强队啊。太膨胀啦！嘿嘿，维加出这种缓速流好像蛮强的欸，干，我之后要试试看，缓速流维加看起来蛮猛的欸。这有一个炸弹怪啊，小丑。我也是小丑啊。哎呦，好痛！打 W 一下三格，三格血。回马枪！干，回马枪！算了，我就问为什么是我们的人死。为什么大家在扣招啊？啊，大绝那些随便撒一撒不好吗？暴龙就是啊！你们怎么开始他妈的在讨论 NBA 了啊？是在哭哦？这个，我打球强吗？超强，只是我不打而已啊。叉烧。叉烧怎么这么对我？叉烧，难道你忘了我们之前的战队情了吗？啊，不是啊，怎么变成我们一直在被抓啊？啊，你他妈到底是怎样？迷路是不是？站起来！给一点伤害，秒杀 ，get， 啊啊啊啊！呜、啊，好舒服哟，好舒服哟！我想啊，算了，我怎么感觉我们随便开就好了？击败，撞到桌子，操！好舒服哟，干好痛！击败，看看我的输出好不好？看一下我输出好不好啊？聊天室，我 all in TL 他们最好是给我3-0哦，我直接 all in 他们的。TL 是哪一队啊 ？Double Leaf 的那一队啊。阿波利福特，对啊，北美的、啊、哦 ，T L 是不是？对啊 ，T L 啊。他们打谁？他们打一个什么？他们打那个 P V B。P V B 是越南吗？好像是。越南好像蛮强的吧？我不知道、欸，反正我下3-0。大丸说越南打北美都赢，从越战就看出来，越战是怎样啊？你不知道越战是怎么样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根本不知道越战是谁打谁啊！你不知道越战是谁打谁？我不知道啊！我不知道、啊。阿经纪人说你不知道山药其实不是药，是真的吗？山药不是药，山药原本就不是药啊！山药不是吃的吗？白白的那个啊！你怎么知道啊？算你哦，原来你知道。经纪人跟我说你应该会觉得山药是药的一种。没有啊，我吃过山药啊，我喝过山药的汤啊，它就很像，它就。吃起来很像萝卜，但是吃起来黏黏的、
吃起来没有很像萝卜啦，就黏黏的。我说它就会，它就会切成萝卜的形状啊，然后吃起来黏黏的。哎，你真的不知道越战是谁打谁哦？我不知道啊，到底是谁打谁？那你越战里面其中一个你讲得出来吧？我不知道啊。美国跟越南啊，靠背哦，不然呢？阿范怎么讲美国打越南？只有他们两个哦。也是有背后的势力啦。越战最后是越南赢哦、喔。越南打，真越南赢啊？真假的？越南赢啊？这么强哦、喔？就一直打丛林战啊，然后那个什么，应该是什么越南能熟知当地地形，然后美军就一直投入资金，可是一直打不赢这样。啊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？是你怎么不知道？这个上课有教吗？这个上课有教吧？怎么可能庄敬会教你这些？啊，是国中的吗？是国中的、喔。我只知道什么什么鸦片战争啊，然后什么，什么八国联军啊，这些什么挖沟的，我只听过这些啊。上课的时候，那你知道鸦片战争是谁打谁吗？我好像有英国吧。啊，其他不知道。鸦片战争是英，对，是英国。是英国吗？还是法国？我不知道啊！完蛋了，我也是忘记了，完蛋了，我的天啊！拜托，国中的东西谁记得？到1895年签下那个、啊、什么马关条约之类的吗？有点忘记了，完蛋了，我也忘记了，哇操！我怎么可能忘记啊？我以前社会月考都考95分，庄敬在讨论历史啊！不会发生这种事情。